高雄市金发局配合演唱会推出商圈夜市优惠券，不仅带动人潮涌入了商圈夜市，营业额也是大幅增加。那么除了呼吁歌迷别错过这项好康之外呢，还盘点推荐了8条的私房路线，让外地游客到高雄除了满足味蕾外，也能深入探访高雄在地特色。韩国知名女团 BLACKPINK 上周在高雄开唱，刚好搭上金发局首波商圈夜市优惠券的发放，演唱会一结束，瑞丰夜市、六合夜市人潮爆满，连带周边商圈也挤得水泄不通，大批歌迷拿着优惠券涌入消费，许多摊商整晚忙下来，荷包满满。商圈夜市的优惠券，然后搭配这个演唱会的部分，让高雄市的这个夜市商�圈整体的业绩大概提升30%以上的一个业绩。那接续下来的这个五月天，还有阿妹，还有大港开唱的部分的一系列的演唱会，那这部分我们也会配合演唱会来发放那个商圈夜市的一个优惠券。演唱会搭配优惠券，大为带动商圈的业绩。金发局趁胜追击，接下来多场大型演唱会陆续登场。28号开始，将在12处临近商圈夜市的捷运站同步发放商圈夜市优惠券，民众只要凭演唱会的票根，就能兑换50元的商圈夜市优惠券。我们也会在捷运站设12个点，来提供服务，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哈。那相对比较，交通要道的部分，像说这个左营高铁站或者美丽岛站的部分，甚至巨蛋站的部分，我们都会特别延长时间来提供各位兑换商圈优惠券的一个服务。不仅凭票跟免费送出优惠券，金发局还精心规划了8条私房路线，涵盖商圈及夜市，让外地游客按图索骥畅游美景及片场美食。很多外地朋友来，可能对高雄不是很清楚，那我们也为了行销这个高雄的商圈跟夜市的部分，特别规划了8条这个路线，提供给外地朋友来做一个消费，然后跟观光的一个部分。那同时在这个每个点上面都有我们的商圈夜市，可以提供商圈优惠券的一个使用。金发局提醒歌迷别错过免费领取优惠券的好机会，并且建议夜市摊商把握接下来的演唱会及廉价的商机，准备好食材，等着大批人潮涌入高雄，让业绩拉出长虹。